好，我们继续做一些练习。这里就是变成球密度，但是呢，它就是我们做的实验，就是我们做的实验就是拿两桶，然后装液体，有体积，然后量质量。那这个实验有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就是那个量桶本身是有质量，所以这个质量总质量不全然是液体的质量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有个表格，就是我们做实验得到的表格。那我们老师上课说过，这种东西要怎么处理啊？我们讲过，基本上都成正比嘛。我们就教各位一个剑招，还记得什么剑招吗？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，搭个桥就做出来了。来搭桥，每增加四增加三。每增加四增加三，每增加十增加七点五，正常嘛？21.5，所以五倍7.5。所以呢，什么意思呢？每增加4立方公分的液体，会增加3公克，就是4立方公分的液体就3公克。那这样能不能算密度？D 等于 V 分之二。带进去0.75，所以答案就选猪，不要解决掉。那当然，这种题目还可以再多问一个问题，请问你两桶质量有多大？我等一下再说。OK， 好，来，简单小事。来，求两桶质量，还可以求两桶质量，怎么算？那每增加四增加三嘛，那每减少四就会减少三嘛。那每减少12呢，就减少多少？12是4的几倍？3倍，33要9嘛，所以呢就减少9，就变成36。所以没有装液体的时候还有36克，这算是谁的质量？两桶质量。所以老师可以问你两桶质量多少？36。OK？ 所以两桶质量36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这样的话，在普克定律的时候，有个秤盘放砝码，我可以问那个秤盘有多重，想法是一样的，啊，只为它搭起友谊的桥梁，就解决掉了。好，来，大家一样做这个实验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他这里要做图，那这个图为什么图？会不会过远一点？会不会过远一点？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图？会不会过远一点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？它密度有多少？请问你这一题我最34号应该有新同学吗？34号起立。现在哦。答案。A， 请坐下。他可以活到两桶，就刚才讲过，为他搭桥。看到上面增加五，增加五，增加八，减少五，减少八，减少五零的时候40。没有体积的时候有质量，所以当然不会过远点。基本上体积跟质量会成正比，所以应该是一条斜直线。然后呢，密度多少就可以算？密度多少可以算？怎么算？刚才已经暗示你了，为它搭起友谊的桥梁，每增加五增加八，算密度多少？3号。密度多少？比例密度多少？它的密度多少？它那个选项密度是错的嘛？它应该多少？好，那个考题上面有吗？多少？你错，1.6。上面桂花搭桥，每增加五，增加八。所以5立方公分就是8公克，8除以5叫做1.6，这个算在1.6。所以刚才选项说2.4是错的，应该是1.6。OK。
来，图形，图形，那谁是错的？上面有数字就会带公式，但是要注意，那个十八是表示一体十八克。不是，不是，一体一体要用十八克，所以要它那到底要几克，要怎么样看？八八八八八，多少？帅哥呢？等一下，男生在这里。三一，三十一。刚刚测壁图的帅哥呢？直接到了。多少？A 啦 ，C 请坐。来，从图形上看呢，假设立方公分的时候是十八克，但是要扣压原来零的时候十二，所以它是六公克，四立方公分六公克，就表示密度就是带进去算就知道一点五。然后呢，十立方公分是多少？十五，所以我们选项猪呢是对，选项猪是对，或者你是用那个笔的方法去算，看图笔方法做也可以。然后乙呢，四立方公分的时候，十二要减掉个六，所以呢，它也是一点五，对 ，C 是错，所以密度相同。其实光看图你就知道密度相同，为什么？两条一样的直线，平行而已。它为什么是平行？为什么会平行没有重合？因为里面隔一开始的两种质量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这样做完，所以呢，就是一点五。好，所以如此这般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没有。OK。